你好，欢迎收看三月十五号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卢宇慧。花莲市吉保干部落区会所十五号下午在中原国小举行开工动土典礼，成为花莲县第一座盖在校园内的部落区会所，非常有重要的意义指标，也创造出部落和学校的双赢局面。第二产，奠基永固，四平八稳，诸事吉祥。花莲市公所十五号下午在中原国小办理吉保干部落文化聚会所动土典礼，现场贵宾云集，除了花莲市长魏家贤，也特别邀请到包括原住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宜将巴路尔、花莲县长徐正伟以及立法委员郑天才等人一同到场参与动土典礼。这个吉保干部落聚会所总面积431平方公尺，它也是我们花莲县境内第一座跟学校来做合作的。那大家会想说学校做合作是一个很单纯的事，其实不然，是要克服非常多的困难。那再次要谢谢原住民委员会的大力协助，让我们克服很多的不论是经费上面的问题，还有建筑法规上面的问题，都能够得到这样子一个解决，让部落的族人们真正享受到部落居委所跟原住民委员会所提供的各项福利政策。花莲市呢，我们其实已经刚刚启用的这个大笨部落哈，它也是一个很特殊的这个工程的这个突破哈。我们在公园的用地里面来启用这个大笨部落居委所去年终于已经完成了。那今天呢是我们的吉保干部落明天还有葛奴义部落都是在两个地方，都是在学校。那未来呢，已经解决土地问题的这个部分呢，预算本来就不是问题那光是在花莲市这个地方呢，会陆续完成，总共有新的7个部落聚会所这个部分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市长跟代表会一起努力的结果再次谢谢他。谢谢，如果是议员，当时有个新的想法、新的思维，就是跟郑天才委员讲，那土地学校的土地是不是可以释出？其实那时候有多方的讨论，我们要谢谢教育处还有建设处，真的克服了所有的困难，才有现在的几个在学校里面新建聚会所。当然，我也希望未来我们更多的国有产署的这个公务机关的土地可以这个互相的拨用的时候，我想这样子在我们花东的2期2.57亿到3期1.99亿。将近4亿的这个花东基金的费用里面，就可以把我们的一部落一聚会所把它推向到极致。吉保干部落文化聚会所建筑面积为431.26平方公尺，高8.6米的开放式空间，魏市长期盼能透过硬体的建设，让部落族人能有更加完善的场地进行水石记忆，而场地内也将会画设标线与设置球类运动器材，让中原国小的孩子除了有新的运动空间，更能学习多元族群文化的共荣共存。记者徐立勤，花莲市报道。